前曝光抢着要，粉丝还慕名来拿。你要一张就好了，是啊，你要几张？三号，一张几张？今天早上来有都拿20几张的，一个不够再拿好几个，还有人拿着春联裱框。那个框是刚好家里有啦，这张抽到的。然后昨天呢就送1000份到我们出来，昨天晚上哦，那今天可能只剩下大概不到400张。但事实上，你们抢不同要拿的春联不是前总统的，正是春联啦。真正要送的春联字体不是这宽放版，那张怎样前总统完全不透露。春联派谁？再过几天我就公布了。卸任后，马英九在南部人气挂签书包签名，和前总统连 iPhone 手机也签名。签名写的春联现在也成了市员选战的助选利器。TVBS 新闻郭守昌、周玉峰、刘佳耀，台南台北采报道。